师生公园吗？是，那相关单位4小时之内会到达现场，一天之内会处理完成。法则姐，是刚刚有民众反映公园脏乱的案件，已经通报给相关单位做处理了。辛苦了，加油。阿姨，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忙的？我想要拜托你，我要找一个人。吼，你哪会变安尼啊？哪会讲袂听啊？中心的报酬啦，我要麻烦你帮我找一个人。嘿，这王姐哈，您家是差不多民国54年的时候，有日本姓是日野，哦，是谁？妈。然后台湾姓是姓林，双木林。现在不行了。高雄市林雅区。这当时的啊。这个地址就现在可能没有了。大侠啦，聊，真是小可英雄啊！找到了吗？我搬走了。那附近有没有问过了？你看我们有没有可能呢？我们再比对资料，再找找看哈。好，那麻烦你哈。好，谢谢。阿姨，我们找到日野先生了。妈，是不是伊啊？Oh,
其实这个故事有一个让人真悲伤的结局。故事中打拼找人的报仇者，因为感情的拖磨，已经在今年的中秋来往生了。1997年，咱高雄创立1999这个电话，报仇者伊都一直看顾着1999，替咱高雄市民解决所有的疑难杂症，甚至伊已经破病，嘛无想要予人知，是伊甲真济无名的英雄，用家己的性命守护着咱高雄的幸福。这种的疼心，一点一滴累积出这个城市的感动，嘛是这款的不甘，予咱高雄永远都有一种安尼温暖小小的感觉。咱用这个影片来怀念报仇者，嘛要感谢这个城市中所有的无名英雄，高雄，甲你感谢，多谢。